地方打扰了，不好意思，拍谁拍谁，超会打怎么可能会放这边呢、啊？而且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说真的，你化妆是怎么可能有化妆地方会摆那个之前？我觉得不太可能啊。有听到他要，操他哥姐，该不会这个是赵哥吧？哼，哼，你告诉你，不要叫我来探险，哼，告诉你，那整天叫我来探险有什么意义啊？我现在很担心是，不知道怎么讲，我不会讲。干，超回答！我头真的很痛哎，最后一间，该不会就最后一间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。跟地上都值钱。我操！操林呆！不好意思哦。而且你们看他头上都长了白头发了，兄弟姐，你等我等的好凶，咋回答嘞？哎，我觉得有点扯哎，地上怎么可能都是纸钱呢、啊？你们看，哦，不好意思。我拍影片而已哦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对不起哦，我被关在里面呢。他是不是都知道我很喜欢把自己关在里面？他如我所愿，不好意思啦。小童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请问您当初是在这边结束自己的生命吗？是的话。可以给我五个灯吗？真的是服呢。王姐姐，不好意思，哦，那有打扰的地方，哦，拍谁拍谁拍谁，哎，错了，哥姐，拜错，哦，差点被告你们，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哦，那我点炷香，哦，点炷香，放这里，哦，放这里。打扰的，你啊喂，哥姐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，哎呦，都有人影跑过去呢。哎呀，做音效是不是？操，回来被戳起的呀！哥姐，你看这多久没人开门了？那蜘蛛王，哥，蜘蛛哥哥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破坏你家。掉牙破哎！哥姐，你们看，这回答。哦，这边是他们的总房。我们往下一个地方看。靠背。对对对，我听到小孩的声音，那看你，我操，回答。
真的，我今天真正无心情甲你算即块巴结嘞，吼、哦，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，不好意思啊，吼、哦，我真的很不舒服啦，我真的头痛、神经痛、身体痛痛、痛痛灵。不好意思哦，我看一下是不是眼睛啊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把你的瓶子弄破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自己会破掉，它就这样子破掉了，不干我的事。我把你的眼睛找回来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很抱歉，那个瓶子自己破掉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想干你？他这边很大，所以我必须要拍快一点。我屌你阿婆，那谁的鸟啊？操，回到里面闯！哎呦，不要了嘛！哥姐，你们老公鸟不叫死也拍死哟！我哥姐，你们老公鸟你们收回去啦！不要让你老公鸟在我这边飞啦！谁？哦呦，操，回到下面闯起来！要拍死哟！打扰一下。不干我的事哦！你的门原本就这样子的哦。不干我的事，哥姐，为什么我开门，他的门都变这样？哥姐，我看到一个红色，一个女生穿红色衣服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她有？有没有看到？哥姐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色，一个女生穿红色衣服啊？不好意思哦，请问有人在吗？打扰一下，拍影片而已啊。我操，回答刘德华。找回答，这里面是怎样？就是这件啊，我刚皮带了。哥姐说这件呢、啊，他在里面上吊自杀，就是用那个皮带。找回答，他一直坐着呢。找回答，我觉得应该有人在那边做法呢。然后他桌上这边都摆满他的道具，而且有香灰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啊，哥姐，我全部带完了。哎，我出去了，我出去了，真的不追。拍谁哦？靠背怎么有光？可是我可以看那边没有路灯啊，它被衣橱挡住了。哇，有点毛呢，而且刚好又是那束，不是路灯吧？那个蜡烛怎么会亮啊？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。哥姐，这个蜡烛怎么回事啊？这有点扯嘞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哥姐，我听到有声音呢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拍探险而已，我拍探险而已。那我操鸡巴耶！对不起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有点想睡一下觉，干你老师！又来了，哦，真的是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哦，真的是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该子另外，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哥姐，我烧纸巾给他。
姐，刚刚是不是一个人站在这边？她低着头哎，一个小孩子，她就站在这边，然后她低着头这样子，铺在布里。我想说，怎么会有一个人？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可惜我要走了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，我真的。你看还在聊，你看。看我多少晕了，我妈，我觉得我快昏倒了。拍摄有挂号。可见骨灰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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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二被人弹。全部都骨灰坛，而且他这边应该是以前放骨灰坛的地方。逃跑好兄弟那个老师说，这边有人在，好像在做法吧，就是他们有拍到一个小人跟一个头发在这边。哇，后面又是拨开雾云见青天，又是隔见，后面又是拨开雾云都是树林，怎么又是树？我操，操回答嘞！你跟一个人在那边干嘛啦？白衣小内裤，你别串起来嘞！这个门竟然不能进去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进去？还是阿妈，弟弟来得困哦，起床哦，我回来啦，给我开门一下哦，阿妈。可见，不好意思哦，有人在摸我胆胆的感觉啦，我讨厌哦，讨厌啦，你干嘛？你讨厌，你真的是讲不听啊，进来摸我胆胆干嘛啦？你别错起来，我想。有人吹口哨啦，我就说有嘞。对，这只有一个人的办公室哦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啦，你的抽屉的包皮掉了啦。哦，拍谁哦？我干，草莓达。真的是头发呢，哥姐真的头发呢，靠腰啊，这个摆很久的感觉呢。怎么可能最近才刚放的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姐姐，我只是拍影片而已，有打扰地方，见怪莫怪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草灰他，哎，哥姐，那个有两只吗？应该是两只啊，我觉得。干嘛？赵维达不见了啦！干，不见了啦！真的飞过去呢！可惜赵维达，我真的吓死我，真的要走了，我真的会怕。哦，赵维达，你在那边干嘛啦？啊，这真的还假的、啊？这真的假的？靠背我真的很好奇呢。第几年吗？真的啦，拍谁啦？靠腰，哥姐他的压车啊！靠腰，不好意思哦。啊，你啊喂啊！不好意思，外面请你们安静哈，我这边在做直播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哥姐，你们看还有香蕉上次来不是没有吗？
我记得隔久街上才没有香蕉呢。怎么可能上山有香？哎，东森新闻为您报道。那我请问一下这个红衣，好，那我们有在这边采访到一个红衣小布布，好，那请问一下您在这边待了多长的时间 ？Later。哎，有人来这边喂狗哎。可是你们要吃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你们有不喂过吗？哎呦，这是他的饲料吗？还谁哦？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。靠腰啊，你给踹起来的。而且，你看这个墙壁上都手印呢。然后这些好像是厂长的办公室。女生的手印，厂长办公室。所以女生会不会在？佩戴线最轻松，没有流到什么汗。而且我让我先告诉你，我特别去前台给你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快点。格局超伟大，他们最近应该那间待过，这边呢？我干，操你呆的！你去看一下，阁下，你们进去，不要客气呢，请进。有听到吗？我空拍五分钟。让你们体验一下。Later。前几集都要跳了，可是前几集太刺激了，这个浮伤。不是跟你开玩笑了，你们看过很多大门的门锁都是指纹辨识，或者是视网膜那种辨识，有钱人家的真的是很不简单，他们家的大锁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，真的。五级郎哎，家门的大锁就是赵辉他给我用这个，哇靠，这也是不简单哎哦，它里面还加装一个类似重力感应器的东西，哦，这个。你们这样看过去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一家人以前是干嘛的吗？他们的职业我已经猜到了，他们以前是卖甜不辣的。你们问我为什么知道？因为，拍谁？而且他这边有楼梯呢，不是电梯啦。哦，靠北啊！我听到钢琴声，超伟大嘞，超灵带。拍谁？我打扰一下。楼卡五郎不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家这个楼梯这样子旋转，我走的头很晕呢。超伟大！我靠腰！我钢琴超伟大的。你看这一层楼什么都没有，都被拆掉了。他这钢琴留在这，这也太怪了吧！
没有声音啊，那声音怎么来的？而且你看，哥姐，全部都是这种物质，哇，草灰搭嘞，哇！干，靠背啊！拍谁哦？对不起。我进来一楼的时候，感觉空空的。我心里想说，透懂啊，给阿里轻轻张张我的公车球。哥姐真的心里这种想法不能有呢。你看一有他马上，我心哥姐你们去摸摸看我的心跳声。哥姐，你们去哥姐你们去摸摸看我的心跳声，你们摸摸看。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啊！操你呆的！哥姐，他东西都移走了，只剩钢琴在那边，你们知道代表什么吗？只剩下钢琴陪我待了一天。姐姐，你还在这边吗？如果你还在的话，可以给我三个灯吗？Later， 你去外面买哦，这一张不是给你开玩笑，不知道多少钱。哦，有听到？有听到咚一声吗？可姐，我们离开吧。哥姐，你们看一下这个路口，哇，这已经废弃很久了，因为它这阴毛都长出来了，你看都没有修啊。哇，是有意思不少噻。为什么这个？鱼啊！来来，小鱼吃鱿鱼丝。哥姐，这边好像是以前废弃的餐厅，好像不是饭店，好像是餐厅啊，我觉得。然后它这边废弃不知道多久了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七年八年的时间了，那种感觉。那怎么办？Later， 不好意思哦，里面有人在吗？我拍影片而已，打扰一下。哎，拍谁哦？靠，要是这间吗？哎，有符呢，真符法宝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哇！干，掉牙破啦！哎，有草席呢！啊，两位，他怎么开的啊？靠背，他直接用力拉过去呢！各位在后面，各位在后面，你快开，快开，快开，快开门是不是？压死你！不开玩笑。Later， 那边好像还有建筑物呢，等一下我们过去。打扰一下，我拍探险而已哦。哦，他这边应该是后场啊，后场人。哇操腰嘞，干！哎，有没有人啊？不好意思，里面有人在吗？啊！操林呆，等一下我被吓到靠。说你阿姐啊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你阿爷叫叫。关一下好不好 ？Later， 哎，不是盖的呢。哎，没有人呢、啊。你汤我来了，哥姐，我要跟姐姐泡汤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看到高跟鞋呢。这高跟鞋也太时尚，时尚最时尚了吧！给我木屐的，耶！高跟鞋，高度是几厘头前的，你看安尼，所以你行路是安尼行。拍谁哦？来得有人不？而且那个门不知道通往哪边呢？啊！靠背！哎呦，子谦，这门该怎么开的？
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我找回他，我本人啊。好，希望哥姐你们吃月饼吃到一半，屁股像月饼。哎，大明宣德年制，我操，这个是怎样？哥姐，阿布啊，我打啦。哥姐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们要去下雪，不用去日本或者是什么比较北部的地区。我跟你讲，下雪这边就有的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。Later. 欸，真的很强啊，里面呢？呜，你在笑干？阿母，我的巴肚痛，巴肚痛，我拍探险啊，更有声音呢。姐姐给我拍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在摇啊？欸，你看那窗户。你看到蜘蛛网。不好意思哦，太滑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操！我领带的我，我操！怎么在这里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装好。装好了，装好了，装好了。啊，拍谁啦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装不回去了。哦，是线上哥姐叫我装的，不好意思哦。哥姐来，我在那边空拍，我看他会不会走出来。Later。怎么会火啊，超领带！哦，不要再拖，不要在门上，不要在门上，不要在门上，拜谢哦！哦，超回答了，哦，吓死我！在椅子上啊，我真的很紧张哎！你们刚才谁说拖不见立明姐？她赶紧塞，靠腰怎么？我操！回答转头了啦，转头了。他附近有住人，他们在烤肉，他妈你别在探险，他在烤肉是怎样？完全文不对题嘛！里面很雾是吗？可是阁下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四居满格啊，真的不可能会雾的。然后他这边有人烧焦过的痕迹。操回答的，拍谁拍谁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主要的收据是我这台，这不是你那台。我的娘嘞！鸡妈鬼！哎，弟弟，你插嘴啥？不要看我，你是我弟，我就可以这样不能凶你呢。还跪掉跪掉娘那个咖喱白的，哦哦。Later。不想不上去。
我超没搭的，看能不能把衣服挂这里啊！吓死我！拍谁？我操！回答有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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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。拍谁哦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在这栋房子吗？有的话你出点声音，我就离开好不好？赵辉，他这房门怎么掉下来了 ？Oh, Merry Christmas,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,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, we wish you。那个手电筒，我卖5000多块手电筒，我现在拿出来，5000多块那个手电筒。拍谁哦？它外面好像是很多风景。哎，可是它上面有插香哎，我看一下。哎，那边有插香哎，怎么会在那边？呜呜，操你大爷，妈死壁虎，你们戳几的？你看它真的，我靠，怎么会有这样插？而且这有烧过的痕迹嘞，而且这有人祭拜过啊。而且他好像在拜什么东西，这之前好像有人摆东西在这边祭拜，不然他香点是要拜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为什么有人摆成这样啊？可叫我们离开。哦，拍谁哦？我忘记这门是开的，原来是关不掉，不好意思。怎么躲成这样？拍摄来得有人无？因为这个路上面都拢是物件啦，我行不下去。你给我印象无？拍摄。拍摄哦！干！你没有听到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那上面是你的毛衣吗？现在夏天呢，姐姐。他这个好像是以前那个80年代，哎，我觉得这应该飞下好多年的那种年代。是这个声音吗？拍谁哦？干！掉鸭头里，没有电池啊。播放资格啊！我操！我靠！腰，等一下！一按 play 就有关门的声音，刚刚有那个调频率的声音。我在暗示。这件是刚刚那件呢？干，里面好臭！干，我干，哦，干，里面好臭！等一下，它里面干，里面有那个，我靠！可是你没有发现这件？以前在这边上厕所的人都已经出事了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耳朵出事了，因为我操呀，他们给我边大便天边听重低音嘛！咚咚咚咚咚啊！让我将你心都在下水。我还想说，我靠腰嘞！操你！这太夸张了吧！这到底是谁放的？哦，靠腰啊！这真的很吓人呢。
哎，为什么有五令旗？他这边好像从那走出去的。拍摄哦。阮世间爱情啊，梦一生。这附近没有凉亭啊，那个凉亭在哪里？哎，阿布啊，我发达了，哥姐，我啊，我中奖了，阿布，我中奖了。前面都是哎、靠腰，我靠！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好、哦，有点迷路啊，可以给我迷点直击吗？我现在是顺着佛心升上去呢，我也不知道哦。怎么都没有？这声音到底哪里传来的啊？那边有广播器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广播器啊。可惜是上坡，林北，今天不是拓象台，是爬山佛教台。那么 later， 是不是这些呢？可惜我在那边做体验，五分钟。拜神，今仔日我小小困一下，拜神就忝个，你尔。这里这块所在这高，你尔就忝个嘞。Later。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拍谁哦？你是人吗 ？Hello，Hello， 你有挂口罩不？这块所在这恐怖，你有法度伫这块所在困起，你真正不简单呢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启辰哦，启辰太阳烧屁股喽。哎、欸，在这边一个孤单的夜晚哦，又这么凉又这么冷的夜晚，住在这边。也不是办法啊，你家人呢？啊，哦，你不要这样子讲到这个家人这个话题你就难过，你真的不要这样啦、啊！啊，不要不要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我靠！可见你们看人中空对不对？全部都是，你看，哇！你可见你这个角度看更多。下面的朋友在哪里？